它是淡淡的蜜桃粉，再加上我觉得这次的字体是灰色系哦，跟一般的白色其实真的黑色都落差很大。本身的衣长是正常衣长，它有一点点小小的腰身，但是它还是走宽版式的。重点是有没有看到它是非常非常弹力的？我要跟大家讲哦，它甚至已经可以拉到一字领了，所以呢，它整件就是弹弹舒舒服服的。手袖的位置啊，很常有人问到说，手袖有做这个啊，会不会很紧？我要告诉大家，它一样是用本布做的，所谓的本布就是同块面料，而且你看拉弹，我只要一只手指头，它一样可以拉到我两三只手臂的宽度，而且它是有自带腰身，所以有各位的腰腰的肉啊，或者是你肚子的肉，真的都藏起来了。如果你有男友黑色背心啊，你也可以把它罩在外面，你看哦，又多了一个层次感。我觉得白色穿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气场哦，而且它是搭配这种酒红色的哦，我觉得这个酒红真的超级超级好看的，而且一样哦，你看它是高弹的，白色我再走近一点点，它完全有修身，完全不是一件很合的。它是一件宽松舒适，可是呢又让大家有一些小腰身，所有的地方再一次咯，全部都是高弹的面料，好，包括领子也都是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